军车军车，哎哎，又来了，哎，不止一辆啊，不止一辆，不止一辆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再看，不是。好像是那个跟到隧道里面去吧，在隧道里会遇见的。哎，看不清楚，看不清楚里面是不是？不是，啊那个，啊这个好像是，这个、不是，不是。是，怎么断？怎么这么多军车呢？异动啊，自卫队异动啊，是干什么呢？是救灾还是演习？这是从串路赶回那个新天穗机场的途中。8月17号的下午，平时很少看见自卫队，因为在日本的电视上什么上都没有自卫队的那种关系的事情。今天怎么突然看见这么多军车呢？有没有啊？这回没有了。没有了，这回车也比较少，过来的车比较少。这两天是那个大雨以后啊，那个公路啊，到处高速公路呀、啊，或者哪条国道呀、啊，临时封闭的现象比较多哎。对面是不是被封了呢？对面怎么没有车过来呢？手举累了，手举着那个手机在临时的拍呀、啊。过来了，哦，是好像，这不是，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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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，这不是，也是，好像不是，也是，也是，也是，不是，不是。也是，也是，哎，也是，也是，也是，全是军车哎，军车哎，这不是了，不是了，也是，不是，也是，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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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。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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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。哇，风景真美，看天上的云彩多美啊！突然遇到巨头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这么多军车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不是，不是，哎，好像是那个。怎么这么多军车呢？今天干什么呢？有什么事情呢？偶然看到的啊，又是，又是，看到这么多的军车耶，又是，干什么呢？司机说是
在演习，在救灾吧。前方可能有灾，哦，又是，要是发生什么灾害啊，那个昨天大雨啊，那就是大的灾害了。就这么多车啊，这么多车啊，哇，这么多的车啊。还有的就是我关了手机拍累了，那个什么医疗的那个卫生的救护车都没拍上。哇哇，日本的自卫队啊，它是那个不像我们在国内的时候什么文艺晚会啊什么都有军队啊，日本的电视上很少有军队参与的，很少看到军队，很少直接面对军用的这种车这么多呀。哇，今天要不就是真的是昨天那边的那个道路啊发生灾害。我们是从往那个新千岁机场开，那个他们是朝着那个川路那边去开，这是在途中呀，在高速公路上也有。这个有一段高速公路也封了，我们下到这个底下普通的国道也遇到，也有，就是8月17号这一天呀，在路上看到好多呀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儿子查了一下，是这样的，是举行军事演习呀，演习呀，他们像演习的那个场聚集呀。这么说，我们昨天呀，昨天来这边的时候，昨天从那个札幌那边过来的时候，因为是瓢泼大雨呀，那个雨大的呀不得了，我们在中途呀就一直跟着一辆自卫队的车在开呀，到这个地段的时候雨不是那么特别大了，有一段呀那雨特别大，根本看不见前方啊，真是的，哎呀，特别的紧张，因为路全被封了一样的。回来一查呀，全被封了。走高速公路让下，走国道让下，换一条国道让下。那个就是那个车上那个纳币啊，就给你指挥啊，指挥的更远了。最后呢，就不听他的了，不听他的了，自己选择路走，走到这比较顺利。结果呢，前面一直是一辆军车，那时候我没看见有相反方向的，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以同一个的方向的嘛，同一个方向的，我们只能说我们前面有一辆军车，至于他们有多少在前面或者在后边我们都不知道，因为那个大雨呀，现在一查呀，他们有的是也是终止了吧，终止了吧。哎呦，这也是一种偶遇呀，北海道旅行呀，在当时遇到这样恶劣的天气的时候，心里真是提心吊胆的。但是这个事情过去了，你看，这是16号吧？到17号呀，那真是晴空万里呀，真是天气特别好。到17号再开车的时候，那真是不遇风雨怎么见彩虹的心情哎。北海道旅行呀，偶遇花絮也是意想不到哎，收获多多呀。咳嗽了，在外边那真不敢咳嗽，在自驾车里那咳嗽没问题，嗓子有点干不是什么大毛病。那么请期待下集。